大家都非常关心如何在镜头前更好地展现自己的颜值。加美颜呗，现在不都加美颜吗？不，这个肯定还是有技巧的。那能不能这个一博来为大家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镜头前来展示一个五连拍的这种非常完美的这个角度？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好看的一个角度吧，就找到那个角度的话，就尽情地用那个角度就行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直播间朋友都非常想看你这个五个非常完美非常好看的角度。大家注意好截图啊，我们来第一个，哎，大家赶紧截图。好，第二个角度，左一下右一下。好，第三个，朋友们记得截图啊。第四个角度，第四个动作也可以，只要是觉得哎非常可爱的一个动作。好，我们最后一个，也是很可爱的一个表情哦，谢谢一博。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截好图，五连拍可以回去做表情包了。那好，我们现在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一博，如何让自己每天都保持在这个高颜值的状态里？一博就是天生就是很帅，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对皮肤那么的就是在意在乎，我也睡挺晚的，然后也不好好洗脸，就是主要清洁跟，其实主要就是清洁跟睡眠的休息的这两个挺重要的，我觉得啊，就会皮肤会好一些。抖音。